现在是用哪一只狐狸啊？用基础不一样，剩下都是金狐狸。看看，突然瞬间拿到，超爽！来，这关你卡关卡很久。我觉得这一次手机用起来跑速特别慢，好爽啊！第二次，不，见鬼！哦，针对。重要是有点糟糕，最有问题的地方就在这里。18点，哇！今天稍微有点破纪录了，再试看看。0.1秒，超不爽的。过满了，终于满了。以前死脑筋，不知道怎么解。看一下，这是一般狐狸全解了，然后这也是，对，这也是一般全解，只是那金狐狸的那关卡超级难的，然后爆炸。还什么没解？连黑的都解了，这个好像有黑的，黑的也解了，没有。好，那看一下金狐吧，应该各位看到金狐长什么样子。选个关卡，选个好点的关卡，不要，Sunset City， 不要，Underground， Launch Complex Space 好了。天啊，我在解过这个人。好爽啊！这就只有一个爽字了得。重来好了，解一些其他比较奇怪的东西。
跌下去，跌下去 ，yikes！ 哦，飞下去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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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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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啊！啊！没有，少吃好几颗。金箍跑，这金箍跑起来真的超级爽。哦，都有问题的。